接下来对对对对，好，可以，你试着照一张照片，好，你看看那个有没有断掉。为什么照相都没有作用？有这样有照吗有？已经照了吗？没有声音而已。对 ，OK OK， 好 ，OK 好 OK， 好，那我知道。OK， 我每次来呢，我都会帮，好了，哈哈哈。这个是玉山学院的吴成云老师哦，要来了，他第二次来看你了哦，他刚刚告诉我会帮你做理疗哈，按摩，那很舒服，那你这。因为对我平常来就先帮他身体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身体要好，不是我觉得我看到啊很多我去做报道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强调脊椎一定要直，啊脊椎要给它摆直了，那个身体就是会有自愈力，所以我每次来我就很气要通，对，他一定要他的脊椎是直的，所以我刚刚看到我就要把它先天气要通。对，那他如果脊椎是一个处在一个弯不是很正的状况，他就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刚刚我把它拿掉，所以我现在你看他的手也是这样，手也是那个这样，所以。我要给它盖起来。今天天气没有很冷，但是被子掀开，被子掀开还是要。今天比较没有太阳。对，昨天太阳好棒啊！对，昨天我上午去上课，然后下午我过来的时候太阳很好，我就带它去公园，去公园晒太阳，对。因为晒太阳有维他命 D， 有维他命 D， 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帮助的。奶奶记得我吗？记得我吗？那你说，记得，对不对？你有在想我哦。